那说到这一篇信息啊，我开头有一点的感觉就是，我们大家都是人，我们都是人。但是你知道，这个人这个活物啊，在神面前是一个太特别的一个一般的活物。哦，所以当神来造亚当夏娃的时候。 他把这个亚当夏娃摆在一个情形里面，不光要做他的彰显，并且啊要为他来掌权。那么这一切的关键就系在他来接受神做他们的生命，所以神就在乐园里面，伊甸园里他就摆了一个生命树，就是这位神。 在基督里要做我们的生命，但是很糟糕，这个撒旦，进来欺骗了这个夏娃跟亚当，就把人呐、啊，就得去了，这一得去啊，撒旦就把他的生命就放在人的里面，所以这一般堕落的人。 就是世界上是最倒霉的人，最倒霉的活物，所有的活物啊，都没有人堕落的人这么倒霉。为什么呢？你说一只鸡吧，一只鸡很倒霉吗？但是它长大了，你把它杀了，他不需要像主耶稣一样，他十字架上六个钟点，人家把他头一扎，命就没有了。但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，他死了以后，生老病死，复活，这一复活啊，就摆在审判台前，就要丢在火湖里，永永远远，永永远远。 永永远远，这死在那里，那里的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倒霉啊？最倒霉就这个人了。所以啊，如果我们看见哦，人那个被撒旦所掳掠的那个可怜的结局啊，我们就想到我们自己的亲爱的家人，我们宝贝的那些朋友、同学，他有一天。 如果不接受主啊，他就是这样了，这是最倒霉、最倒霉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这一般人呢、啊，确实蒙了神的救恩。当主耶稣钉十字架时，替我们担当了。那他的流离宝血，就赎我们，洗去我们的罪恶。他把他的生命释放给我们。 所以呀、啊，我们得救了之后，我们就在这一个蒙恩的路上，就像啊，刚刚弟兄这里上面投影上面一个胚胎，在那里本来两个细胞，四个、八个，那么就成型成为这个基督了。我们今天就在这一个过程的里面，那么就在这里呀、啊。 你就看见神需要我们的配合，我们要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长大在我们里面，不光做我们的生命，也做我们的生活。如果是那样，我们就是新人的一份子。那在这个团体的新人里面，我们在基督里完全连条在一起的时候。 就是一个新人，这一个是你的命定。有一天呢、啊，就在宝座上，是人又是神，是神又是人。本来光是神，后来主耶稣死而复活，他升到高天，这个宝座上，基督就是那个灯，神是就是那个光，他就把。 把神儿照耀出去了。那有一天，我们就变成这个灯台了。就跟这一位三一神完全连条在一起，永永远远，永永远远，在荣耀里跟神完全调在一起，永永远远在宇宙中与
是一头来掌权，你说我们这一帮人是不是最蒙恩的人啊？是不是最荣耀的人啊？实在是感谢赞美主。所以当我们来说这个一个新人接受基督做人位，我们就是要求主带我们，因为有这个意向，因为有这个看见，我们就愿意做啊，我愿意走这条道路，让你里面这个生命越过越长大，越过越成型，越过越安家，越过越做我的人位。如果是那样，你看见神非常的喜乐，因为他巴不得我们每一个蒙恩人都能够这样。那我们自己那个蒙恩就更用不着说了。今天这一切那世人都看不见，我们也看不见，但是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就知道这一个路是真实的。所以来看这个一个新人，这里是就给我们看见，不是说到将来显明，今天在教会里，我们在就看见这一个，就愿意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，让我们在这里成为一个新人。这一个新人是一直活到永远的，但是从今天呢，就是成长的这个范围，这个过程。所以在我们身上呢，基督一面他就到死而复活，死了，他把我们的旧人把他除去了，一面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又除去了中间隔断的墙，把我们两下甚至实际上所有人种的种族、种族、国家、阶级，不同的阶级，不同的这个出生，各种样的人都合在一起，成为一个新人。我们就在这里要真正的在信心里，也要在灵的实际里来过这样的生活。那么这里，所以诚心圣言这里说，这个周六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在这里啊有一个秘诀，有一个秘诀，我们生活里面，第一啊，我们就要持守在爱里，持守着实际。这个实际就是基督，因为宇宙里唯有基督是实际，唯有基督是真理。我们持守着它。什么叫持守呢？持守当然开头啊，一定要先要来享受它，要享受它。所以每天我们要吃基督、喝基督、呼吸基督、被基督充满，然后我们在整天的生活里，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灵、我们全人啊，都连与这一位基督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持守着基督了。所以一持守啊，他就能够在我们里面就安家了。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心里每一部分就安家下来。感谢主。所以在这里一直弟兄们给我们看见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神不是太在意我们做好做坏，做这个做那个，当然那个很有讲究，但是就着神来说，他是要来问到底是谁来做这样的事。如果是基督，他绝对不会撒谎，绝对不会犯罪。但是不撒谎不犯罪而没有基督的人还是很多啊，只要在基督里当然不会有犯罪。那就在这里我们就紧紧地持守着基督，那从这个持守里面，他就在我们里面有机会，因着我们这样享受他越来越多，他就在里面长大，他就在里面安家，把我们当作这个他的家。这个我们人住了他的家，住了我们家里面，这个家是家，房子是房子，我们是我们，但基督住在我们的
家里呀，意思就是他先从我们的灵里面一点一点跑了心思里面来，跑了情感里面来，跑了意志里面来，跑了良心里面来，结果我们全人的部分都和基督一同调在一起了。那这一个这个人位基督就做我们的人位了，你活着就是基督了。但你是这样，但他也是这样，我们都千千万万的基督徒都是这样，在神里面，因为人位是一个嘛，人位是一个，所以在神看就是一个宇宙的一个新人，是新人，就预备好了，主就在这里等到这个预备好的时候，主说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他就要来接我们这一个一个新人，成为他的心腹，成为他的得胜者，好，要把仇敌要赶出去，就带下了他的国度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愿意在这里把自己奉献给他。我们无论在地上，我们做老师也可以，做祖父也可以，或者做什么任何东西，我们真正的目的、真正的心意呀、就是在这一个新人里面越过越长大。愿主啊，得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宝贝这一个，把自己奉献给他，让我们一天之中啊完全连与他，持守在他的里面。感谢赞美主。